香港人一样，我在屋村长大。还记得小个的时候，老师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希望自己长大之后都可以做一个好老师。我叫王杰文，是一位小学老师。我很开心我的学生都很喜欢上我的堂。好啦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的志愿是什么啊？希望他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，向自己的志愿进发，将心交给学生，学生才会将心交给你。